这墙壁过曝、欸，那我正常。哪里呀、啊？在哪里、啊？好松哎、欸，还绕两圈、嗯。不行啦，断掉、哦。扣里面、啊。我之前有一个项链，刚好是那个。对，有点障碍的部分。完全没有扣到这是。来啦！我用，我用。之前有一个项，以前刚好有一个项链是，就是戴脖子是一圈，然后转两圈可以变脚链，转三圈可以变手链。傻眼，你在脚上很白痴哦！不然你扣在外面看能不能扣脖子？不行，不可能，很酷哎、欸！高恩爵跟我买了一对脚链，类似。同一家，同一家，脚链，快的，那它会这样叮叮叮的，很高频诶、欸，它好高频，它是那个训练狗狗还是训练猫咪那种东西？狗狗，无聊赌徒小易，灰敏，功夫熊猫 Rock， 早晚安，快点战士哈，子林晚安。Andy Chen ABC 哦，个大力呀、啊、AOP 小波晚安 ABCD 晚安筷子、欸、还是安徽的幼教今天张爸回家了，这里是宿舍。回家了，然后说这里是宿舍，到底是哪里？这里是我家之一。嗯，确定这里是我家。你要不要煮饭、嗯？要，你煮。你洗。啊？你洗。好啊。我加水。嗯，秃了。好啊。没有问题。拜拜。你去啊。啊，我去吗？是啊。不是你吗？我负责洗呀、啊。你要倒呀、啊。啊？吃什么？嗯啊，碗呢？哦，我以为是食物。哦，没有啊。食物。不是啊，就是你去煮饭，然后我负责洗米，那你煮什么？我帮他加最后的水，因为你不会加水。难道？哎，再发洗澡卡没有？是洗别的东西，洗碗。再发洗澡卡。这是真的去洗澡哦。丽娟晚安，勇哥嗨，谢送小浪花，谢谢柠檬送的发大财。个人觉得煮饭真的能吃吗？我们期待他这一年有所长进。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东西？他在写那个哇。是谁？大家晚安。呵呵，酷哎、欸！他写那个 B 童年 B 也什么什么的东西。要面临第三次冲击吗？啊，怎么什么意思？人家辅导在地震，你地震你在煮饭呢、啊？如歌北宫念玄晚安，吉泽明步晚安，企鹅晚安，
我们就看等一下我们的手哈，等一下什么时候会开始血液循环不良哈，我手要麻掉了哈，太快了，刚刚突然一阵子就是像那种是突然按住这样子的感觉，嗯，太快了，太重了，什么？他去厨房了，他去厨房了，大家小心。大家是今天几号？今天17号。大家的情人节过得怎么样啊？好，然后过年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吃好的东西啊？欸，我这次过年真的吃的超好，超级爆好，就是，哇，佛跳墙真的是料真的很高级，就是有些海味、海鲜，那干贝、鲍鱼之类的。可是我觉得鲍鱼不好吃，就是。有一股贝类的，像是那种什么贝，反力贝吗？还是什么那种圆圆的贝类，大的那种，然后觉得那个味道不喜欢，我少数不这么喜欢的海鲜，然后偏偏它很贵，我是省钱的孩子。扇贝，对，扇贝。那大白虾很好吃。那打麻将很好玩，耶、yeah ！公演加油！哎，对，公演快到了，怕。谢谢。嗨，你好，早安，晚安。烤肉烤龙虾，不是，那是，对，烤肉出现的料理，但它是拿来煮汤的。然后肉，我们烤肉有那种串很多，就是彩椒，然后香菇、牛肉串那种，好几串这样子。然后还有烤虾子啊，烤那个蛤蟆啊，然后还有一些玉米啊、香菇之类的，超好吃。好久没烤肉，可是觉得烤肉真的是比火锅麻烦很多，但是烤肉真的很好吃。嗯，爸爸求你出手去煮，否则台北即将被毁灭。哎，我不想，我好懒哦，台北就被毁灭吧，就这样吧。地狱国晚安，托莫晚安，够闲晚安，思源，哈利波特。浪客跟浪客337跟368，晚安，可恶小猪，谢谢浪客送了个，说浪客368送了发大财跟追踪主播，谢谢，思源谢谢送了一个财，过年有吃什么好吃的？年糕。哎，我没有吃年糕哎。为什么？我不知道。过年不就是要吃年糕吗？都有年糕跟香肠不是吗？嗯。通常。还有小黄瓜，黄瓜，嗯，黄瓜，嗯，对啊，干嘛？我小时候印象有，我记得幼稚园有做过，我只记得那个，然后之后就没什么吃过年糕了。对了，年糕超好吃的、啊，可是它是网络评选，就是不想看到年菜第一名哎。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好？它叫佛跳墙？为什么？好吃到佛的跳墙？哦，是这样子哦。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像听说过，我印象中，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一直以为佛跳墙是油饭，不是吗？不知道，感觉很像佛跳墙，不觉得就是一顿油饭的名字吗？哇，好吧，北北桃即将夷为平地，还打错，爸爸还可以回台东，笑死。过年不在台东过，过年在嘉义过，在阿嬷家。然后还有吃什么？就炖全鸡，就是精汤都是精华，然后感觉汤就是一桶果冻那种感觉，超好喝，超香。可是我觉得我们稀释不够，应该要再加多点水。想吃甜的。现在吗？哎、欸，你去滚看那牛奶有没有坏掉？我
觉得冰箱有一股东西的味道，但不是臭的。臭啊，臭吗？我每次打开冰箱都觉得超不想要开它的。你去闻，它变了吗？变了，它变了，冰箱变了。纳豆 Tomo 是炫默默店长，厉害的小贺，叶思南，晚安。我去闻一下我们的冰箱变成什么味道了哈。顺便闻牛奶吗？好啊。不要，过期一个礼拜了。很久呢？有十一号。天。One week。还没。A week。好的。你喝了？它是牛奶。没关系啊。它是奶。上一次被灭菌之后的。牛奶里面是好菌啊，一个礼拜变多也是好菌而已啊，细菌不会凭空生长啊。它发霉了？没有啦，它绿绿的。没有吧？底部？真的假的？我没有看，可能有啊。你进去看。你等下喝一喝就喝到绿色的。你。喝到我。超，晚安，小泽晚安。冒天阳晚安。晚安。好好吃哦。嗯。干嘛？好吃。筷子呢？太远了，找不到。大概差个几公分。我今天想要煮东西的。懒。我太讲求完美。嗯。他说要煮咖喱，可是我们没有人想去买菜，里面只有马铃薯，没有洋葱，我不能接受。其实煮他就是要加洋葱。咖喱块里面有了啦，我不管，它里面已经有了，里面也有马铃薯，不一样。你好香，你的衣服香。香味，很香啊，是吗？我就有些衣服洗一洗，然后就自己爆出烟味，然后散不掉。你都抽烟？没有，谁抽烟？谁敢抽烟？就是，这不知道，就是。我有一件黑色的牛仔裤，我很少穿它，然后也很少拿出来，因为它就是放在那边很臭，就是一个奇怪的烟味，然后每次洗就只有那件很烟，然后其他件衣服有时候也会被它弄到一点烟味，总之就很臭，不能接受。嗨塔哥，嗨露露，晚安，粉俊先生。绿豆沙牛奶，对啊，就当做绿豆沙牛奶喝下去吧。你自己喝。啊，你不是身体不好，钻石贴画啊，感觉超好玩的，炫耀。要。我在聊你。啊？吃下两面素挪小烤香肠的阿尔法，你名字越长了，你不会，你不会算盘了，他原谅你了。哎，1922，不是千百。嗨，露露跟你打招呼。嗨。嗨，奶奶。我最近也是一直想咳嗽，糟糕。已经要被埋在土里就算了。
猫咪在打的其中一个 in game， 我觉得我还蛮上手的，还可以。坤坤晚安。那是艾娜娜。艾娜娜说她说比较难，所以那应该不是艾娜娜。她可能是其中一首歌啊。啊？歌名？是吧？元亨晚安。季风亮晚安。嗯，小心点，对啊，现在过年大家那个车流了吼，南上北下，哎、欸，南下北上的。南上北下。对啊，人那么多，在那边群聚哦，我们还有，我初三还有跟亲戚去聚餐。群聚。超群聚，就五六桌那种的。超多人，然后还拍照这样子。要喝冰水吗？突然，对不起。嗯，把我水壶拿去冰。那罐水是我们的吗？嗯。纯水的。我不知道。我们拍完照那天回来是买了两罐水。吗？我记得。糟糕。玩 in game 最重要的不是手感，是抽卡的身手。不是啊，你玩 in game 欸， in game 不就是要打吗？活动打的要死，还不是为了一张卡，用抽就好了。那我觉得钱比较重要欸，钱跟手感，身手没关系啦。哎，哎。我现在也是萌新耶，恭喜你！他说大家都升级了吗？过了一年换个系统，换个那个，没有。然后。然后过年还做一些什么事情？打麻将，我一直想要打麻将，打麻将真的很好玩，你应该要学的，会变聪明。才不会嘞！会，我畏惧智慧。还敢畏惧智慧？你还自己讲座？我的领域展开在领域内的幸运值会直接破表，是低要破表，是高要破表。哎、欸，那你下次我抽，我带着握手会抽卡好不好？然后你来我的来我的握手会，这样子吧，都没有抽到好卡，都是抽到有这可以抽到四星啊，就是满星是四星，然后还可以抽到，就可以抽到四星就很不错了，不求抽到谁了。嗯，因为我还是蛮注重就是分数这件事情的，卡面香是香啊，但是。还是比较想抽到四星，你觉得应该只有吃麻酱面的功能？嗯。为什么是麻酱面啊？麻酱啊。好。差不多吧。好吧。想喝牛奶。就喝啊。那你先喝。你帮我倒。然后跟大家讲，我过年瘦了，真厉害，讨厌，我也是每餐都吃饱啊，讨厌，你是只吃一餐？我吃两餐，不三餐吗？没有啊，你怎么可以只吃两餐？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可以？那、啊、就睡到中午啊。不行啊，你要吃早餐了。不行啊，会吐吧？不会。我早餐胃口真的是特别小哎、欸。才是早餐一份就。你现在吃饱了？想。喝牛奶。喝牛奶。
就去倒啊，不然怎么办？烂透了。牛奶，请大家寄牛奶到我们的宿舍。Hey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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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打开 Foodpanda。傻眼，请先结束。我的累啊！是那一题我过年 我去抽一次酸爽，十二抽两个 A 一个 D。Foodpanda， 那你有没有考虑要去签乐透？预超胖了两公斤，幸福的象征，没问题的。帮我打开食物熊猫，他不会英文啦。食物熊猫是什么啦 ？Foodpanda， 食物熊猫啊。生鲜杂货，嗯，骨头，啊，我需要骨头了，对吧？我放在里面，好嘛。我们早安，阿法乐透中高二中过二奖哎。啊！阿法高二的时候，乐透中过二奖。二奖是什么？很高。头奖的下一奖。刚觉得在瞪你。给我哪有两短奖？我想要。没关系，王思涵。没关系的，没事。我们还有很多次机会。烤地瓜。上面有冰心地瓜，里面还有两条地，三条地瓜。真的。你可以试试小滴的。好吧，小滴的。嗯。多久？冷冻的，不会坏吧？冷冻不是晚的。你高中到现在都不知道几年，你是不是可以靠那一次中奖活到现在啊？给我。我们这次过年没有去回台南，就是爸爸那边，所以没有钱，没有去刮刮乐。嗯。啊。他们家会玩，我们家不会。很贵，白痴。哪有？168块。他是味全。是啊。嗯。我们买什么？一番鲜。直接讲出来。没关系啊，服了，谢谢浪客送了发大财，谢谢你去买。 Robert， 我在直播，要买也是你去买，我帮你，那你就去买牛奶，这些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帮你直播，不可以，我不想直播。蓝爹晚安，大头大饼晚安。然后我就说他，我们佛跳墙里面还有。我不知道，佛跳墙一直里面都是这么海鲜跟陆地生物混在一起的食物吗？对啊。是哦，我以为就是有饭。它不是饭。它是汤。对，它是好喝。拿来配饭的，还是因为我吃的捞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加好饭的，所以才觉得它是饭。应该。它很好喝哎，但是我不喜欢吃它里面的东西，我都只喝汤。里面是什么东西？就还蛰皮。之类的、啊、鱼皮，很多皮类，很多胶之类的，很多不好吃的东西，猪脚，很多我不吃的东西，都是猪脚。有时候我现在觉得猪脚很恶心，有点没办法接受太油的东西，身体不需要。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嗯，香肠啊，海参，吃吗？喜欢，挑食。还有什么？干贝、鲍鱼，吃啊！这是可花露的电脑。嘿，我要筷子。呆呆。栗子，哎呦，排骨酥，对哈，完全忘记哦，我没有吃栗子。也没有吃什么那种大颗的豆子，鹰嘴豆吗？还是什么？陈小薇晚安。帝王蟹，这个有出现在别的料理里面。
可是我觉得还好，螃蟹跟高级食材我是我当然大家都喜欢嘛，可是帝王蟹跟就螃蟹类的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刚讲什么鲍鱼我没有什么兴趣，对他们还是好好在海里生活就好了。龙虾好吃啦，虾子我喜欢，虾之类的。跟大家讲，高恩菊会剥虾了，耶、yeah. ！他终于会剥虾了，一支十分钟，我一支十秒，我认真。那家里吃饭啊，那年过年，阿嬷煮东西基本上都会有虾子、白虾这样子，然后就会。哦，我很喜欢吃虾，我就想要一次剥很多，然后一次吃很多，一口饭一口蟹，一只虾这样子，快乐。我们家年菜很丰盛，因为这次是买别人煮好的东西，然后我们解冻它加热就好。嗯，可是其实像有些年菜就是买了叫贵贵的，然后买下来，然后它解冻之后就很难吃，那是有些是因为那个。步骤没有对，对你真的要很遵从它的那个食用说明，对，还有解冻方法，嗯，没有吃栗子，你们练舞的时候可以啃啃，哎、欸，我们刚才见面的应该啃一下的，什么烤肉烤焦的，哎、欸，我没有变黑吧？我不知道有吗？哎、欸，我在看抖。熏，我是妈祖嘛，熏到黑，熏到脸都黑了。我有变黑吗？没有吧。没有。嗯，没有。我又有点脸变圆，但是我体重降了。脸啊，手还好。肚子有点肉，不想运动啦。筷子，我也想看的。你去直播，我在看抖音。那你帮我买牛奶。你去买。水肿吧，哦，有可能哦，因为我昨天还蛮瘦的，所以今天有可能水肿，我不知道，我不会两天连续肿。对，如果我昨天水肿，我今天的应该不是水肿。阿珏每天跟我混在一起，应该也看不出来吧？有可能。没有啊，他前几天就说我变黑了。只有今天，那个很香吗？不香。我传给你的。好。双燕晚安，杨轩晚安，张明丽 QK 男子晚安。想喝饮料。嗯。要不要买饮料？拜拜。哈哈哈，还好什么吃货法法，我在吃晚餐。哎、欸，我今天只有吃早餐跟晚餐，我没有吃午餐。我阿妈煎的那个什么吐司，她去买全，哎、欸，我阿妈喜欢全家酱吐司，我真的超傻眼。好吃。然后她怎么会进便利商店？超好吃的。我阿妈感觉就不会进便利商店呢、啊。他居然喜欢吃全家酱吐司，那好啊，就酱吐司一块，然后就蛋汁嘛，他打两颗蛋，一颗蛋就是铺它这样子，然后因为他都买小比较小颗的蛋，他觉得可能处女蛋比较营养吧，我不知道。然后你知道蛋就是一只鸡生蛋都会先生越生越大颗，你知道吗？不知道。好，第一颗蛋都最小颗的通常，然后他就。蛋两颗这样子，然后它的蛋会整个这样，就是蛋会满出来，然后就变熟这样子，然后中间再放起司让它融化，对，
然后我妈去 Costco 买了活一种火腿，意式的料理嘛，就是有一些那种薄的烟熏火腿会包哈密瓜吃，这吃法还蛮不错的，嗯，然后不对啊，我现在吃这么快，啊，等下不是没东西配？啊，我还有香松，可是这样就开行李箱，对，那烤的很好吃。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餐，可是我一片面包我都吃不完，我觉得我的胃口真的变小了，一片面包都吃不完欸，就是这样子烤下来的话，还要喝牛奶，对，就这样，然后这一餐了。我今天早上从嘉义坐高铁来台北，对，然后就吃了那一片东西，之后就没吃东西了。哈密瓜加蜂蜜烤也是，才烤哈密瓜吗？酷欸，要不要哪天去 Costco 买那个火腿，然后买哈密瓜？首先我们要有会员卡。猫咪没有吗？猫咪有吗？他去买 Costco 的 ，Costco 的卫生纸跟 Costco 的东西呢。猫咪，走啊！我要上学的时候顺便买啊。冰冰阿信晚安 ，Marcos， 带你吃吃看意式料理。那个烟熏火腿，它有一种酸味，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酸味，然后它的咸也跟一般那种火腿不太一样，那个火腿很软，就很像生肉培根那种感觉，可是它不会没有那么培根那么会腻的咸，对，可是它单吃其实有点奇怪，因为。它的酸味吃起来会很像那个肉不新鲜的，但是它没有，它就是这个味道。然后还有什么？哦，它配哈密瓜就会把那个奇怪的味道盖掉，加起司也可以，就是有一种起司球，就是它有烟，它泡在油里面，橄榄油里面的一些那个什么一些。绿色一片片香草嘛，对，然后那个起司是吃起来会有点 QQ 的起司，然后不会没有什么臭味，然后那个东西再加那种火腿，我更不知道那什么火腿，一种烟熏火腿，然后再加哈密瓜，超好吃，火腿长长的嘛，一片它像培根那样子，然后这样卷起来吃，超好吃。哈喽晚安，孔半蛙，鳄鱼晚安 ，Andy 安晚安，谢谢阿法送了小浪花，听起来不错，对不对？可以去买。胖子，这家，我300而已。什么意思？他才把热量打出来，很多啊。你要不要看一下别的？哦，下一个720。对啊。饮料这么热量高哦，300，还好吧？什么鬼？这是哪一家？500，超好喝，喜欢，我喜欢这家店。荆棘柠檬哎，蜂蜜柠檬哎，对啊，我想喝柠檬，可我想喝奶是，我也想睡觉啊。旁边是水。是我是高云爵 ，Hello， 晚安。林嘉诚说：“胖子你好。”谁呀？我不知道。財布大変でしたね。財布。在这边。哈喽。钱包，我拿到了。不是。もう返したよ。うん。不管你讲对不对，嗯。熊熊，六王 Max， 晚安。他洗掉了。你觉得我要喝柠檬的还是喝奶的？我喝奶。你可以自己加奶。不行啊，柠檬加奶会结块。哦。那喝奶，因为我会想喝你的。奶有什么？多绿茶。奶什么都有。
它是在舔什么意思的、啊？怎么舔啊？布丁鲜奶，冬瓜不对，抹茶鲜奶啊！你要不要看它热量？好高，为什么抹茶太高？什么意思？抹茶超胖的啦！为什么？它是茶哎、欸，吃抹茶都是胖子。来，各位，吃芋头才胖、啊。芋头好吃。啊，他的，他的奶都好没兴趣哦。为什么？他没有单纯的奶茶吗？有吧，他有芝士，芝士也不错啊。不要。很好吃哎。嗯，那我要，柠檬还是养乐多？啊，我会想喝你的。那我也想喝你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啊。救命哦！不是你说会结婚？对。乐多。好，那我喝多多绿。乐多会怎么样啊？不会啊。天。养乐多可以选无糖吗？就是养乐多甜。嗯，就是养乐多甜吗？哦，你就是绿茶有没有甜的问题？嗯，不用吧。去冰吗？大家，我最近不能接受绿茶加糖。若毛，我上次喝了那个。怪哦。嗯，无糖绿很好喝。无糖绿很好喝。就我忘了。我有红茶，你要喝吗？加奶。好啊。欸、解决。不行啊！可恶！那边绿豆沙。嗯？那边绿豆沙。不会啊。会啦。不会啦，又没有这样。小芋圆是怎么样？小小颗。多小？嗯，好恶心。很好吃。好了、yeah. 胖子，喝水最好喝，真的水最好喝。他就想喝饮料，那、啊、我想喝了，只是我没有付费打，我就不会做下单这个动作。嗨，黄瑞和，晚安豆弟王，晚安珍珠奶茶，我想喝啊，可是就没有啊。珍珠奶茶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味道哎、欸！谢谢哈柳送的财，七月早安，洛克晚安 ，Kenny，Adrian 晚安。我有喝过的冬瓜鲜奶珍珠云，他不要，肯定不要啊。云姐是谁？云爵。绝！哎、欸，红茶加嗯，嗯，红茶加牛奶等于红茶拿铁，这不是？为什么红茶加牛奶不就奶茶吗？要公演的有什么想法？现在是怎么变那么严肃？云杰是谁？云爵，也不是那个云啊。对，那米高的高样子。那是高云爵。拿铁就是牛奶，真假的？啊，是在骗哦。爵、嗯、是一个你会滑到很下面才会看到的字，一个王一个玉。嗯，工人有什么想法？哦，练肺活量了，来不及了，耶！MC， 公演了，现在不会太多想法，就是要公演的。可是如果要 mini concert 的话，可能就会有比较多想法。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很多没跳过的歌，像是 River。对，你没有跳过。
没有跳过 River 很帅耶、欸、Love Tree 你也没跳过？没有啊，那时候还说我要跳，还在家里面看影片看了好几天，结果你没有跳到、嗯、对，那我也不会，还是不会跳。何してるの？飲み物を買いました。お、注文フェンタって、注文什么？真的跟掺牛奶东西都可以叫拿铁？不可以，拿铁就是牛奶加咖啡，不可以，坚持。那也是咖啡牛奶啊，拿铁也是有不同的做法。对，就是这个高圆圈，没错。怎么样？好香！我现在除了咸水鸡味道，什么都闻不到。是你身上的味道。艾莎，周子玉晚安。哎，白痴，我快把这个吃完了。那个。这个。那个。啊，饭还在煮。没关系啊。你加别的。嗯？你加别的。你说香松。之类的。我会去回嘉义，然后阿嬷就会买很多吃的给我，然后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行程，就是去 Costco 买东西吃。然后就会全部塞行李箱，然后行李箱就会超重，然后就会拿回来这里吃。对，过来一点，舒服。然后怎么样呢？就有买了香松，可是它是海比较海鲜一点的口味。拿铁是牛奶的法文哦，是哦。你恭喜你学会了一句法文 Latte， 讲话一定要那种 Latte。 四月晚安，然后跟你讲什么哦，香松，然后它是什么濑户内吗？它有，我记得它有其他的口味，然后就是其他地区的名字，然后濑户内就是比较海一点的味道，像是柴鱼。マサル。Yes。还有别的吗？我不会了。没有了吧？应该吧。韩文。不可以，就是只记得脏话。你又没有教我别的。有啊。还有什么？マサル。伊娜是什么？妈妈。伊娜。嗯。你哪有教我这个？有。我是什么？嗯。因故。因故。笑什么？那你呢？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嗯。因故。伊玛娜，伊娜，伊娜，妈妈，雅雅，那是什么？好像是阿妈。阿妈是呜呜，呜呜 ，viu viu， 哦，哦，大力，哇哦，哦，阿法不要教坏小孩子，别教坏，才没有。不是啊，学语言不是都会从一些东西开始学吗？脏话之类的。啊，我也是被教的啊，我也是先学那个。吃饭是格令。嗯，喝酒是什么 ？Love。Love。哈哈哈！哎，不是，这是网络上教的。是哪语？不知道。他没有。忘记了。我记得那个在。有一个阿姨，然后她会在，就是那种像是导览的，嗯，然后她会在公车上，就导游车，对，游览车，导游车，对，导游，游览车上面教那个，就讲一些嘲笑的话，然后就会有人 po 上去，然后大家就看得到，然后就很好笑，像刚刚那个，
格令，格令是吃饭，拉布，拉布是喝酒，然后加在一起呢，就是吃饭喝酒。耶耶，真的学得快都是不好的。对啊，我也一开始第一个讲的就是，就是。不要不敢讲，是没有到后面可以吧？就是吃啊，嗯，技术，嗯，吃什么就算了这样子，路边常见的东西啦，常见的东西草土呗。阿贵仔晚安，谢谢思远送爱的玫瑰，七月是企鹅，他在问你，你们过年有去哪里玩吗？我不是胖子啊，我们这里没有胖子啊。不知道是说谁啊？他吧，不是吧？他自己吧，绝对不是。他在问自己有没有去哪里玩，好可怜啊！你好快乐啊！六日笑笑晚安，他快到了哦，还没有，还没，他还没到。技术。过年就去猫咪家玩啊，真是瑜伽玩。去烤肉，然后住他家，漂亮，香，香，木头很多的家，我喜欢。以后要住我一定都要。可是没有木头味。哪有？地板而已。跟鬼住。那现在都是啦，那没有木头味。不一样。不一样。哼。小易晚安，想一下，不是啊，疫情欸，不要啦，不要出去玩嘛。可是还是有去猫咪家烤肉，还有聚餐呐、啊，这样子家族聚餐，啊、大家族，就是阿宙以下，爸不是爸爸那个阿公那边，然后阿宙以下的人都会聚，对。但是有些失联的就没办法，但有联络到的这次几乎都有来，那有一家人是。刚好去台东，傻眼，刚好平常在嘉义，然后过年期间刚好去台东，对。可是那家人是跟我最熟的，我这次去就是跟基本上没有同桌过的人同桌，那我就略尴尬。逛百货不错啊，逛百货，逛百货，哎，我没有逛百货，突然想到。我们去百货公司吃饭，但是没有去逛它，想回家。这只要这一半没事情，台湾真的就是安全，对啊。杨奈晚安，可是这波如果起来的话，那真的是完蛋哦，因为台湾没有受过之前疫情的影响，所以这次病毒如果变得更强，然后又台湾人没有抗体，或是不知道谁有抗体的话，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之前接受过第一波的，没有接受过第一波，然后接受过第一波的人，他会留存活下来的人有抗体嘛，然后就可以抵抗第二波这样子，但是因为台湾人都没有经历过，所以第二波强的病毒来会死一票人这样子，所以真的是不能起来，拜托大家戴好口罩，如果要出去玩的话，不要出去玩，对，不要出去玩，待在家很快乐，最好不要去上学，我不想开学，唉，最近引进疫苗500万只是不是？可是基本上是从医护人员先发，然后再来是老人。可是因为疫苗刚进来的时候，通常都是处于一个大家都不敢打的状态，对，所以，对，500万只如果现在自愿想去打的人，应该是够了。对，22开学，对啊，22开学。哎 ，OK 啦，没有这个 OK 啊，不是那 O 不 OK 的问题，那个我们是人呢，都是一样脆弱的。忘记我要说什么了。刚觉得睡着了。你去充电，你帮我找出我的黑色手机，然后去充电。
在白色外套里面。我的充电线在，可能在行李箱，可能在黑色包包里，应该在黑色包包里。饭要好了没？想吃饭。想吃饭，想要在家里上课，实验课就算了。下学期的课好多。我快睡着了。饭到底是要不要好啊？哎呀，且战且走吧，毕竟台湾确实相对安全很多，不用过度担心，对啊。真的是太快乐了，还好我住在台湾。等到房子掀起来，就能找到充电器跟手机，也是在跟你讲废话。哎，啊，就掀不起来啊，掀不起来嘛，不然去拉大提琴。我刚刚想到可以干嘛，怎么办？好了，去吧，高恩爵。冯玉如，晚安。还是是留言，我看一下。站起来呀！直播睡觉不行啊，不会侦测到人脸。玲玲的保温瓶，嗨，保温瓶。为什么？那的？为什么是保温瓶？那头像是怎么回事？谢谢阿当猪送爱的公式。这是过年还有什么事情？不，打麻将。好，然后初一除夕我们都没有在大扫除的。咦，可以运动了，拿哑铃来就可以了。看到我刚打那个真心的哈欠吗？运动吗？很累耶。对，就是发红包还是领红包的那个，还是都没有，没拿也没给。我现在真的很庆幸我还是领红包的那个，我不知道如果我是要发红包，我是要怎么办。你头像是高远程啊，酷哦，推晨晨吗？酷哦，酷毙了！合照会的照片，对啊，我们合照片3月底，快乐。我还有春假可以放诶，我可能在想有什么假日了。对耶，那个什么。我们开学完22号，大学22号开学，然后下礼拜，3月1号，3天连假，哎，好快乐哦！才刚开学就有如此的福利，什么就假装没这回事，小孩就打，凶啊，凶的不行。我们好像是感觉我们家就是阿公以下，阿公阿嬷舅舅妈妈各一个小孩这样子，然后这一家人就是晚辈会收到所有长辈的，就是家族所有长辈的那个红包，对，妈妈也会收到他爸爸妈妈给的红包。你22号要回营受训，你在当兵哦，还是你是军人？酷，打哈哈的敷衍哦。
我还以为是真的打，然后哈哈，思源晚安。手圈什么意思？我有手圈，我是在戴佛珠了。对啊，他很松，他越来越松了。他有一次忘记是要脱衣服还是换衣服，然后他直接滑到这里，看我手有多细。哦，智晚安，321830晚安，谢谢分享直播间。啊！化妆饭，你在睡觉吗？我要睡觉。不可以。你去装吧。你要运动，你要直播呢。你直播不可以睡着吗？你在外面呢，你去装饭呢？我在里面，我在室内。我也在室内，我还在比较室内的地方。你都那个，你都要去那边，你为什么不站起来？那边是，那边我这里。长途跋涉累了吗？不累。刚刚就去睡觉，快去晚安。八七米节劳动节端午节，不累怎么讲日文？疲れない。元気です。他们在装可爱哦，这是日常，他就是这么可爱。啊，你是不是要去装饭？好远哦！你去，你比较近。嗯？你去房间睡。我要陪你。那我们去房间直播。那你睡觉，我再出来。啊。眠たす那什么？寝た。寝たす哈？寝たそうだから。眠たいですか？哈？什么意思？你看起来想睡。是这样讲哦。是你，我还好。我今天长得好不像我。不是，我觉得我今天眼睛比较往上一点。错觉，就眼角比较往上一点。探出了点，谁？他？我。去装扮，哈哈！哎，这个线呢？你起来，把这衣服放好，还有你头洗的地脏。那我是要怎么过去？起不来。看来你是青藏青苔的石头。Oh my god， 好恐怖！你煮好多，酷哦。应该很湿。嗯，还好哎，看起来蛮干的。喂，啊，请等我一下，谢谢。然后你先站起来，然后你跟我说你不，好哦。我这是要去楼下嘛。哦，好嘛，凶。好哟。你很奇怪，啰里吧嗦的。你才啰里吧嗦的。啰里啰里吧嗦的。那、啊、我在抹布呢？麻烦。抹布。手机。不用吧。我怕我回不来啊。差点带小晴一起走。
就算了、哦。它看起来很干耶，怎么办啊？这个饭。我要怎么进去？我先把小琴的电脑拔掉。哎呦！云爵，派云爵下去，云爵下去。糖分的关系吧，所以看起来眼睛往上了嘛。还有尖像男生，他下去了。等一下，他醒了。他等一下喝到他的好喝牛奶，他就醒了。小平头晚安。这饭是不是有点硬啊？还敢说我不会加水？对了，我不会加水。我每次煮饭都会水都会蒸到干掉，然后干掉很没熟，对，然后饭就硬，超难吃的。忙しいまですね。还好。所以醒了，他刚才跳起来，跳起来，然后我在那边拿饭。变软吗？这熟了吗？锅巴的情况，还算熟啊，可以，没有，没关系，没有问题。我刚没有回答到 Q&A 的问题吗？我刚是肉质是不是？对，我刚我没有看到谁，我只看到醒的，对，醒的。它有点黄黄的，它好，它表层好干哦。大家看看这个温暖冒烟的饭。掉下去。你有吃过拌饭吗？啊，那真的有点没熟。就要直接吃啊，好吃。我们还有盐水鸡啊，还有香松。我等一下一定要叫他打开我的行李箱，拿出香松。不服。摸喊完就米饭。欸。あとこれ。太硬可以做茶泡饭，是加茶吗？还是加汤？因为我们有哎、欸，我们还有味噌汤，味噌汁，好，好吃味噌汤。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有情人节巧克力吗？没有。他说，我说有卤味，然后他说有人说有，那有情人节巧克力吗？情人节慕白。什么意思？慕白。为什么是情人节慕？哦，哇，是慕白是不是？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怎么差那么多？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饮料的大小，这是高云爵饮料的大小。情人节巧克力我送给曾思雨，怎么样？没事。怎么样？好啊。不够是不是？不够。送给你的不够。很够啊，够太多。我喝怎么去？我忘记了。好多东西。我去啊！打不了。吃货反屋，不是吃货啊，很冷。对，突然觉得我应该点热的。哦，妈耶！嗯，我有吸管。自己拿。我撕开喝不就得了？啊？谢谢玉少送的看好你哦。他当说云爵干嘛假装胃口小，他喷了。高云爵声音好萌，嗯，你的饭好了，香松在行李箱里面，帮我拿。去吧，你有什么龙的心弦呢、哦？还是什么什么的魔杖？
Patronus. Patronus. Bat. Expecto Patronus.是你喜欢的吗？还是我都可以啊。你不是喜欢硬？它有一个范围，我都可以。哦，嗯，那就是在那个范围吗？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次的米看起来会很黑黑黄黄的感觉？大家，我喜欢喝慕白的芋头仙，我喜欢喝慕白的芋头仙，因为它的芋头是芋泥，不然呢？有的是芋头块，很好喝，好恶心哦。芋头块比较好喝，因为它不会喝到芋头那么浓厚的芋头，这样子才好喝，很恶心。做芋头鲜奶会有一种就是你干嘛明明牛奶那么好喝，那么加芋头？你才长得那么好看，在那边剪什么短头发？气死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你，是这样吧？为何一味吃货吃不胖？超羡慕的。不是啊，我只吃两餐啊。而且我是吃货没错，但是我吃不多啊。这一袋不是满满一袋的，这袋只有这里有东西而已。然后我上一餐是10点吃的，哎不对，8点多吃的。哪里？你看到一大片蓝色的东西，你把肉松啊那个，然后一罐一罐那在那个里面吧，那是肉鱼松。去哪？我去哪？哎，看你还是要出来的。它就是我下个楼梯就少2趴的一个混蛋东西。我，嗯，我，哎，酱油，浓缩4倍可以煮高他们酱油，所以加一点点就好了。你可以试试看。然后还有花生，小花生，还有这个，这是什么？哎，我玩过这个游戏。什么游戏？就是坐着。坐那个？这个香松。假装专为搞笑笑老师。QQ， 我喜欢你这句话，芋头。高文娟每天都装可爱吗？提问。你好棒哦，很好看呢。朋友。有人问你高文娟每天都装可爱吗？他声音就是这样子，对。很好看呢，你好棒啊！你才好看呐、啊！我说图。哦。白痴哦。Expecto 竟然念对，但 Patrona 是错离谱，他、啊、就是英文哦。你为什么抱莎莎、啊？我很久没看到他了。莎莎被我带回去了，被我带回去嘉义。你们看它的味道有吗？阿嬷家的味道，好可爱啊！芋头味的，我是在业配吗？在哪里？这个哦，这个是哦，有一个花生味，它跟花生包在一起啊！它超重的花生味，你闻。你现在叫花生，你是亚力花生。它好花生的，好臭！小宝贝，怎么这么臭？你今天不能进房间，太臭了。太重，那你的衣服也是花生味。你的红衣服也是花生味。他今天不会进房间。
它就这样掉一句，这样掉在那边晒沙沙。对，就可以。大语言。嗯，整只都是花生味，你要不要去闻一下那边其他衣服是不是花生味？呀，请不要拿里面的衣服当睡衣。啊，好发自内心的那个哈。你爱自拍自拍。刚开浪的时候声音比现在高，真假的？你刚开浪的时候声音比现在高，你有紧在前脚、哦。吓死！怎样？我的手机，我以为是小杰的电脑。没错。可可 ，Coco 都可他，他喜欢 Coco 的芋头奶茶。可是芋头他的也是中杯吧，算小杯啊。中小杯，卡宝晚安，跟潘之怡一样吗 ？Mina 更高 ，Mina 高到一个就是音频的部分有点问题。雪米晚安，洗涤 Santa 哥，嗯，一定要的。花生的日文怎么讲啊 ？Hana umare。Roberto 晚安，一起洗个澡，哈？我跟他还是我跟莎莎？救命哦！不要脸！应该是莎莎吧？太可怕了吧！救命哦！哈哈哈！你喝！我以为你要喝。你喝，挤下去。你就跟他一起洗澡，芋头味。台东地震了，真假的？还好吗？台东地震啊！台东地震不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吗？哦、台东，我以为台中。他想说这里怎么没有震？啊，震很大哦，震很大吗 ？Sorry， 没事。问马尔比较快，比较慢吧？他现在不在这边。要不要吃饭？认真。猫哦，吓一跳！我以为是我要跟高俊爵一起洗澡，怎么翻译？嗯，算了。エヴァと一緒にお風呂入ると思った。加油！你不是很厉害吗？我不厉害，我只会看而已啊。看漫画、啊欸。要不要把那个东西倒进来？那个东西。它的汤汁。好。赞。全部倒进去。不只有汤汁。哦，倒。哇！哇！哇！下去。你在干嘛？我在拉前面啦。你的前面不能这样拉、啊。小朋友，莎莎吐了。莎莎吐了，你要不要去洗脚？我要去洗脚。你去洗脚。我在洗裤子。那你跟他一起洗。我不要，我洗他。好了。我要什么？为什么只穿一次袜？我要光脚过去吗？可以啊，你鞋子也，我鞋子给我，也一起过去啊。大家对不起，我们这边出了一点技术性的失误。油，它是油。谁？这个。真的。我差点叠死。香油啊！就是你破你的那个影片，会全部叠死的那个影片的那种感觉。帮你拿一件裤子。
脚底是滑的。问你呀、啊，等一下，等一下，我换裤子。啊，大家晚安，我是高云珏，给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地板啊。现在地上有一推一坨的汁，还有花椰菜。没有，有，好慢、啊，哪里？等一下，再等一下，我现在等一下哦。什么颜色的？我看到了。拿它。我来了。嘿。救命！哎，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芋头牛奶。它很好喝的，可以进来了。不行，粉红色裤是我的。嗨，那我要穿厕所的拖鞋。OK，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浴室。超亮的，他在张头发旁边，就是这是亚丽莎莎，他在洗尾巴，还有我的鞋子跟我袜子，我鞋子要进去，我去洗个脚好了，不要这个丢去里面好了，好，这是我的袜子，那我的鞋子丢里面吗？对啊，好，那你也进去里面好了。好啊好啊！幸好小青的电脑没有遭殃，那是当然。高云珏的节奏感。这是健康的袜子，你可以把它丢在外面。可以放在这。大変だ、それな。爸爸的床就是我的床啊！连浴室都解锁，什么意思？对啊，莎莎回归她的环境，她看起来很舒服，舒适。顺便返回大海，熟悉的味道。这是张宝宝，他现在正在洗脚。哎，你没有看过我的脚吗？赤脚，好酷哦！脚的，好赤裸、哦，这个直播。好居家哦，超不偶像的，我不管。没有，我们还好。你们看不见，谢谢提醒。莎莎，请问这个水温还可以吗？哦，好烫哦！哦，没有很烫，没有很烫，没有啦。这个地道还可以吗？可以啊。好。请问这个地道还可以吗？你很舒适哎。哦呦，我的衣服湿了啦。哎、我现在是在直播。哎，好可爱哦！灾难，什么灾难？外面的地板怎么办呀、啊？油的部分包起来吸水，吸油面纸。什么油吗？啊、吸油面纸是这样用的吗？绝对不会是。嗨、嗨，都还好。这样理发师玩鱼吗、啊？为什么是理发师？这个力度还可以。他看起来好可怜，他看起来好想哭哦。他现在看起来太生无可恋了吧？是他就长这样。太哭了。哭啊！怎么哭了？好可怜哦，谁欺负你啦？你啦，你在欺负他？哪有？帮他洗澡哎，多舒服啊，还帮他按摩哎，他在泡澡哎。他是真的莎莎哦。对啊，他是真的莎莎。用莎莎清地板啊？可以。舒服。好了，可以关机了。救命啊！安妮。
还你，还你。嗯，还想装可爱啊？醒的多，我也醒了。起きた。起きました。ちゃんと寝たくないな。你呢？我要去洗衣服。那他呢？等一下。是是，我还有衣服要洗啊，等一下。对，但是超级在呆毛。对啊，不用我在直播，莎莎现在有香油的味道。不知道哎、欸，地上的袜子。我的口红掉了。我也是。关水，关水。哎呦！还是我在这里帮他洗就好了。ちゃんと寝かしてあげてね。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ちゃんとします。啊，我就要洗这个。我的熊。臭烂。给你。你都回去了。再喝一口慕白。就可以回到。请问这地板要怎么办呢？我们有拖把吗？开花野菜。应该先用卫生纸擦。嗯。好可爱哦，还跳绳。这个啦。嗯。Hello， 婆茶。是很强吗？一般般，我只会讲到开花。Yes， 谢谢，我也觉得我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比较好看。很有御姐的感觉。最后给你加点泡泡啊！哎，懂内。最舒服的了哈，扮演最香的，嗯，香好香，闻起来不行，我个人不喜欢，有点空。好香哦，什么味道？沐浴乳。哪一个的？我的。哪一个？洋甘菊。要不要马上去？笑死了！对啊，我用沐浴乳代替。哪一个？加了黑色的。你不是说在白色外套里吗？你有带回来吗？哦，很棒哦。请问这个力道还可以吗？虽然我觉得它里面的棉花已经被我捏开了。谁的沐浴乳
最香，我没有用过别人的，我不知道啊。你张爸爸的我都没用过了。我现在手是湿的，没有办法看。姐姐们洗完澡的时候冲进浴室闻就知道了、啊、你是变态哦 QK 哎，然后闻一下这不是我的沐浴乳的味道吗？哎、欸，偷用哎，抓到尴尬。可是我洗澡的时候会顺便洗衣服，所以我就有洗衣精在那边舒适。他是洗衣精啊？嗯，不然他那样子不就洗衣精吗？他蛮强的。对啊，就洗衣精啊，洗衣精本人啊。嗯，差不多，翻翻清地板。好，我去擦一下。你要吃那个花椰菜吗？不要，他在地上躺了三分钟有了。我可以从那上面吃掉。不行。啊？不行。不行。人家看厕所啦，那就没办法，要现在一定要进厕所，要洗他们，洗擦。
好湿。嗯，你来吧。好舒服，好冰。OK。嗯。看起来蛮不错的。对吧？啊，这怎么打我 ？Yes。他现在有没有很吃的很沉重这样子？他还伸手开。晚安，丢洗衣机拍水。拍不到，他们盖起来，它是两层盖子的洗衣机，就是中间盖一层之后，它还要再盖一层大的下来，所以那拍不到。那小的那个是封闭的，因为它会上锁，它是热水。其实它可拿的，给它洗。好可怜的，它的有吗？还好啦。拧干一点就还好。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去室外了，去室外，去室外了。嘿，小心房间。嗨。我还没有喝我的饮料。没有很油了，啊，很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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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我擦，地板很油，嗯，感觉在擦地板，好酷哦，嘿，哈，这一区蛮油的，哪里？淤青，哎，短裤的张爸爸，哪里？我只有阿烈耶，啊，哎，那个吉他的里面吐，帮我加水，那个卫生纸，嘿，对，居家打扫，对，就是不是好像就是，黄思涵晚安，小猪耳朵晚安 ，River 玉超晚安，马十五号晚安。我们一个晚上搞这么狼狈，都可以下播了。他在滴水、啊。他在滴水，帮你补水啊。还是我们用浴巾包他、啊。可以。那人家不去拿浴巾。你说你的那个。可以啊。还没开。哈？还没开的那个。可以啊。在你房间门后面的地上。这样还有很油吗？感受一下。很止滑。很止滑，很好、哦。哈哈哈。鱼鱼是怎么倒汤的？忘记了，刚刚是什么情况？刚刚一切来的突然的太突然的太突然，就是汤不是就是塑胶袋这样子嘛，然后不是说头跟尾在上面这样子倒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间这边。我可能好像我没看好吧，然后就往上推，然后汤就唰吐出来。没有吗？那是那在你的棒。小亮晚安，浪客859晚安，蓝丝晚安，他还在滴水。对，我知道。炸毛，好酷哦。超级干净毛巾，
好可爱、啊。给你。婴儿刷刷，好可爱、啊。我就知道。傻眼。你是妈妈哦，帮小孩包酱，好可爱哦。超随便的，妈妈袋子。你有当妈妈的能力？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以牙打。等他奇肉出来好了，奇肉可爱哦。算了，骑进去好，骑也是湿的。好可爱、啊。宝宝终于爬出来了，白痴啊！哎呦，还记得呢。不是我，怎么把我把饮料打翻了？我饮料还没喝呢。我不敢开它，我觉得开它，然后大家就翻悲剧了。好可爱啊！你看，一只宝宝刷刷都收完了。哎，妈。妈，好可爱哦！是那一只鲨鱼，所以是沙布。嗯，沙布。沙布。拉布。沙布。沙布。沙布是跳蚤的台语。它生了一只鲨鱼，所以你是沙母。拉。沙布。鲨鱼有香蕉皮，对啊，香蕉剥开是一只鲨鱼，好可爱啊！太夸张了。不是虾虾，是莎莎，亚历莎莎，会吐奶要小心，我面向这边。喂。冰，冰，哦，冰，偷亲，嗯，嗯，你要加吗？加了，可以。你叫不出手了。超少的。巨到不行，我戳到眼，什么意思？恐惧啊！嗯，是啊。这个梗其实我没想到，爸爸帮我发现了，可以贡献给一家，笑死。沙布。这只是他的沙沙，我的沙沙在里面。不要再拖地了，真的。我的还没喝哎、欸，你不要。那洗衣精的味道，不是你的沐浴乳的味道。嗯，好吗？还好，就是不太习惯。难道可以这么看，都是看到爸爸的腿，笑死！盖起来。啥意思？这样是可以的吗？再看一下没穿裤子、欸。会呀。我的膝盖还有两个淤青。不知道是撞到这里，啊，这里是怎样？这是怎么撞到的？嗯，在笨。哎，你会骂自己的问题。哎，我要吃饭。嗯，但看起来超像。很好吃，拌饭，好吗？但很好吃，看起来而已。拌饭，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好特别哦，葱好难吃哦，好吃，生葱啊，对啊，好吃，它有个葱味，对。
你可以拿你的吸管。可以。香味有奶味吗？嗯，喝个一下就不会有了吧？还有多少粒啊？嗯，好喝。没穿裤子，其实你刚刚也想讲，但是喜欢不太适合。对，的确，如果你突然讲话，哎，你还没穿裤子，哎，我觉得，嗯，头真的是很像。没事，我有穿裤子好吗？我有穿裤子，没事的。好可爱哦！啊，加油！没不休息什么意思？键盘没休息呀、啊，还没啦，播到没电，已经没电了。你要小心，不要刚打开就要拖地了，怕拖地。其实关于水的打扫工作，除了洗衣服，我都没做过，没什么在做，洗碗啊之类的，拖地，不会扫地，那拖地还好。嗯，我国中超喜欢抢拖地的工作。我绝对不会去弄，怎么拖地要手拧那个，超恶心的。太好了。超恶心，就是挤出灰色、黑色的水，那你手这样唰，就是进在那东西里面，恶心死了。洗啊。嗯。就是弄完拖把，然后再自己洗洗。你在吃什么？肉。那、啊、怎么可以吃成这样？因为我不想吐皮。皮给我啊。我被把它分开。以后穿大件一点的 T 恤就是男友 T， 这件其实还蛮大件的，就是袖子是可以到这里的。蔡哥的梗，蔡哥，啊，另外一个好，去哪了？等一下，这个词很不恐，很恐怖哦！等一下，上面轮子啊，轮子上面吗？那片东西吗？他去哪了？这词听起来不太 OK 哦。他去哪了？那他回归了，应该是回归了。对，我有一个好室友。嗯。会碰水的工作的好室友。像是洗碗，就是其他的就算了。他有副喷打这样子，不行，我现在嘴巴是有的，不能亲沙沙。小强要出来玩了，不行，小强回家。姐姐，你是不是煮太多饭了？你是煮了四人份哦。哦哟。干嘛？我姐自己在家做奶茶，我们也可以做啊。而且是那种什么黑糖地瓜圆奶茶。嗯，好，锅。烦呢，因为大姐跟二姐说她想要喝 QQ 奶奶好喝到美肤茶，然后二姐就自己做。你们家真的很酷哎。烦呢。把我的衣服撕掉了。你要再换另一面包吗？对呀。包。要什么包啊？就把它放在桌子。或是会飞的小强要出来了玩了，不行，不可以，走开。小强就是去别家玩。哈哈，尾巴的尾巴的，好。哎呦，你可以去当妈妈了。好冰，好冰，好冰。嗨，大姐！哦哟，白痴哦！
我也想喝啦。大姐刚刚发生一个悲剧。我们刚在倒那个盐水鸡的汤汁的时候，那整个洒出来在地上，然后他就去洗澡了。哇，他刚才被泼洗，他现在好像截肢哦。然后他就被截肢了。这样哎、欸，你要是看到他只剩这样，他被截肢了，好可爱哟、喔，好可爱，你好弟弟，他是一颗啥啥哎，他变成一颗的，他不是一条的，像是我，打死，要被长江美人杀，好恶心哦，像豆皮寿司。他是一只刚出生的莎莎，好可爱、喔。刚出生也不会那么大只，然后没有尾巴，好吧？好冰哦、喔！给我一点温暖。你是变态吗？我好冷。他在摸我大腿。嗯。好变态。是热的。变态很痒啊。嗯。襁褓中的宝宝沙、啊，好可爱哟、喔！你不要一直摸我大腿嘛，这变态！哪有？你摸我的沙沙，你才变态了。这是合情合理吧？他那么可爱。不，你就是在想沙沙咧。今天就在没饮料，下午是北京片皮烤沙，不要啦，不可以。它是一颗的，一把，他在抱沙沙，他在抱宝宝沙。没有尾巴的鲨鱼比较矮，所以是矮鲨。矮鲨，可以，可以，是可以。灵异神特，神特灵异嗨。燕晚安 ，Jack 晚安。帮我拿充电线。妈，要下播了。啊，我想要今天播多一点，今天不累。明后天是中午哎、欸。solo solo 看呐。お疲れ様でした。領域展開。エビシャ。艾莎，有魅力的天后晚安，长笛琪琪晚安。他10%还会通知一次吗？还是他就直接爬没电？我怕就，那我先念榜好了。怎样？恐怖的吗？蛮恐怖的，心理上。那我把他活活着啦。真的吗？嗯。哦哟。第十名是暗红，第九名是 QK 男子，第九名是思远，恐怖的。我姐在烤蛋。哦。是时候该回家喽。第七名是浪客，第六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五名是哈六，第四名是勇哥，第三名是不足10%，10%是10%。我今天好快乐哦，可是我不想拿充电器，就讲吧。看手机 ，OPPO 会提醒电量低，请充电。我 iPhone 也是会，但是我没有充电，我也没有开省电模式，那它就会咻往下掉这样子。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iwan. 台东，台东，台东站 ，East of Taiwan。爸爸直播辛苦了，谢谢。不会辛苦，再笑我一次啦，不要了。什么很辣的东西？嗯，蛮辣的。我脖子好长哦。就身体蛮大，然后脖子很长，然后脸又很小颗，好奇怪哦，
不是贡丸插在一个一片甜不辣上面吗？爸爸下一站云爵直播没有？今天没有联播吧？你今天要直播吗？没有。对啊，没有啊，没有了。今天礼拜几？礼拜三。然后明天没有直播，下礼拜哎不，礼拜五后天有直播。Your eyes are so big，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Where are you from？ 有魅力的天后。Why you speaking English？ 哦，这文法超烂的啦，完了。直接没 BGM， 对啊，没有电脑，没拿。哇咔哇咔，嘿嘿嘿。Lucky boy。Roberto， 晚安。你下班时间不一定，是吧？下夜比较辛苦，还被汤烫到，差点变生鱼片。他真的是一鱼多吃，哎，一沙多吃。You can try， try what？ Try what？ 啊 ？You can speak in English， no problem。Speaking Japanese is a problem. 嗯。And Chinese， 我刚刚一直在讲 Chinese 啊。一块饭。太好吃了。没有穿，有穿裤子。有穿裤子，运动裤。有 double chin， 我 so big。Yeah， actually， yes， indeed。那。噔噔噔噔 ，Today was another day 。好了，那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边好不好？My double chin。So big, maybe triple chin. 好，晚安，拜拜。See you tomorrow, after tomorrow. 拜拜。